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九月二十号礼拜五的蓝天新闻，我是廖丽珊。最近台南传出有保姆医师不当照顾，造成一名四个月大婴儿才见到脑死的案件，对着时不时就有这款案件发生。市议员朱正轩今日伫咧定期会社会教育部报告当中，就表示，这个案件发生的时阵，唔是将囡仔送病院，说是通知家属。社会局应该建立一个婴幼儿的紧急事件处理 SOP， 同时对着这类受害爸爸妈妈跟家属，也要来启动着创伤心理辅导。台南市议会今仔日进行着社会局甲卫生局业务报告，因最近台南阁发生着帮人顾囡仔，算是顾了无好势，造成囡仔而且伤害事件，市管朱正轩上过了趁着业务报告机会，建议着社会局针对类似案件发生，应该建立着紧急的事件处理 SOP。每一年度有十八个小时的这个保姆的一个时数嘛？对啊，他要求十八个小时的时数，而且都会讲。其实里面时数里面都很清楚的。建议说立即评估就医哦，对啊，评估需立即就医的话，第一时间就要打给119。评估不需要立即就医的话，第一时间是通知家长。对，所以显然第一时间的判断就产生一个错误了哈。所以我希望说这个 SOP 我们一定要再加强，对我们所有的第一线的服务同仁来做一个宣。因讲这个案件发生时阵，当下不是将囡仔送去病院，而是通知着囡仔的爸母，处理程序明显都有问题，所以应该有 SOP 来作为的处理的参考。那但是这样子的事件不断的发生的时候，在整个社会氛围上会对保姆甚至对托育中心都会产生一些不信任的感觉，所以我想建议说社会局，我们是不是把这些正面的案例我们要加强宣导，我们不只是对托育中心，我们包含说这些很满意这个服务的年轻的家长，我们要把他的面孔要呈现在所有的社会大众前面，让大家对我们台南市的整个保姆整个托婴的这个系统是有信心的，毕竟是少数啦，啊，多数都是比较好的。可是少数的案例一旦发生的时候，会笼罩整个社会氛围。所以我们会第一个就是说强化正面的宣导，第二个我们在年底呢会办一个表扬大会，我来表彰这一些比较棒的一个保姆。另外，对着家己的囡仔送去，互人来告发生这款的代志，朱正勋嘛表示讲，爸母人真艰苦，社会局嘛应该针对着家属启动着实质的创伤心理的辅导。南天新闻台县议会采访报道。日本日前经历着三十年来上严重的欠米，全国超市拢有白米欠缺的问题。台南市政府甲红昌甲米厂就来合作。今日上午举行着台南好米外销日本红桂记者会，由市长委托红昌咖米厂的董事长及贵宾来进行红桂仪式，现场嘛去每座乡亲前来见证。因为地理甲环境优势，台南出产真侪好米。即几年来，伫中央地方甲农民的拍拼之下，农业的技术提升，稻米的品质嘛提高。而台南优良米嘛受到日本消费者的肯定，这回预计要出口2400吨到日本。今日上午，南市府特别举行外销红桂的记者会。日本近日来由于缺米，吼，日本欠米，所以吼，做侪的国家拢想要啊，这个把米销到日本去。但是咱台湾米吼，尤其特别厉害，特别好，所以非常感谢。咱这边签约差不多，这期差不多签约2400吨、2400吨的米，哦，会当销到日本去。哦啊，刚刚这三天就销22个货柜，22个货柜是偌济？至少是440吨。本次成功甲日本签约的是位于沿岸的红昌米家，因自1809年就开始外销日本，当年拢稳定出口。这回拄到日本欠米，伊嘛是真欢喜，会当到三天。9月份到明年2月份，主要外销的品种是台南11号。那这一次总共有大约2700公吨的白米要到日本去。那确实啊，这一次日本缺粮啊，那其实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机会啦。但是事实上，我们早就已经跟日本这一边还有贸易商这边已经确认好一些细节，我们只是提前作业。其实我们没有料想到是缺粮的问题，但是至少日本这一边出现状况啊，来台湾能够帮忙，其实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这样子，那我这次本次出口的稻米生产的区域是位在乌山头水库和嘉南大圳的水源头，再加上有机质含量3%以上的黏质土，所种出来的米是品质真好。未来将会持续辅导农民精进技术，让台南好米的名声传到全世界。
南天新闻的营养采访报道。配合着农业部推动的国产绿色塑胶饮品专栏实施的计划，台南市政府新的学期开始，伫咧全市217间公立的国小，还佮有附设的193间幼儿园，每礼拜拢会配发着两届国产牛奶，估计有超过100,000名的学生来受惠。市长为提倡哦，特别来到北区的文苑国小，佮学生做伙饮牛奶。那宣导林牛奶的好处，也宣布这项计划正式来启动。市长为提来到着文苑国小，佮一年级的新的学生做伙饮着牛奶，推广着林牛奶的好处真多，而且概念。国产牛皮，台南鲜乳上不上？台南市学校营养午餐政策早就规划了，每一礼拜有两项水果、一项牛奶的这项目，以促进着囡仔健康营养的平衡，以配合农业部推动着国产会带来塑胶的饮品的专案实施计划。新学年开始，中国来补助着国校甲幼儿园会当一礼拜佫增加两遍着饮牛奶的机会。这个大事，因此呢，我们一步一步的循序渐进来推动，对于营养午餐。对于我们同学他的一个乳品的使用，那也希望说对于鲜乳的使用能够从根本上让改善我们学童的营养跟健康，那让他们更好。你前天有提表示讲，台湾的学生囡仔牛奶的这粒储量咱无三高，地书欠缺着钙质，伊面对114年纽西兰的这液态乳，伊着零关税要进口，似乎配合农业部的计划，增加学生的这饮牛奶的次数。蛋白质的摄取有很多元的，譬如说豆浆，譬如说鲜乳，譬如说保酒乳，还有譬如说鸡蛋。这些等等的植物性的蛋白质跟动物性的蛋白质都要均衡，也因此希望透过鲜乳的这个食用，能够一步一步达成更均衡营养的目标。在上午启动宣导活动，市长也召集着小老师，讲着饮牛奶好处真多，同时佫有真侪物件卖当摄取着钙质，鼓励学生囡仔爱多多来摄取，而透过优种清单嘛，增加着囡仔的这印象。巧克力牛奶。加了巧克力的牛奶也是奶茶。优格，优格，刚刚讲过了，再一个，再一个，好，来。还有桃酒乳。哎，桃酒乳。伊即回计划供应的这牛奶品，教育局表示讲，原则上以着国产牛奶甲国产的保酒乳为主，学校会当依照着需求来做着选择，去针对着无多啉牛奶的囡仔，嘛供应着国产的含有着钙质的豆奶来做着取代。南天新闻台社北区采访报道。台湾中迈入着超高龄的社会，老年人口持续来增加，为了学童有更好的学习及生活环境。台南市政府跟电信业者来合作，推动了全台首学星星学堂，结合身心障碍者就业比例担任着讲师，前往全台资源不足的高龄社区，透过着办幼的方式，提升长辈对着智慧型手机的使用能力，学童者享受更加便利的数位生活。由台南市政府甲企业合办的星星学堂正式开课，七个区树林社区长辈即讲是欢喜迎接新学期的来到。其实，在我们担任市长这5年多以来，台南市的长者增加了将近7万人，可以说增加非常多、非常快。那现在65岁以上的人口数已经占19点多了，那预计到明年初就可以超过20%，迈入超高龄社会，而且我们的。身障者或者说需要帮忙的市民朋友也相当多，因此这两个族群会变成我们很需要跟民间企业以及我们社福单位还有我们劳工局一起努力来跟帮他们打造营造出一个更好的一个学习环境。市府的工作联合电信业者甲中华民国身心障碍人民以及脊髓损伤者协会，伫咧台南推动新兴学堂。培训身心障碍朋友成为讲师，甲企业的职工一同进驻社区，为发展辈提供社会教育，也帮助身心障碍者伫咧担任讲师的过程中重新找到自信。能够全力的支持，鼎力相助，能够打造我们这个最好的身心学堂，能够让台南成为再次成为全台首学，除了全台湾第一个孔庙就在台南。
之外呢，我们第一个最好的新兴学堂，而且服务市民最多的新兴学堂也在台南。志刚刚刚苏伊陪伴初代单纯的教学，学习会中者在六节课当中慢慢习惯使用手机啊，并跟厝内底人以及朋友保持联络，展现所谓科技创造的新生活可能。咱听新闻来三七个区采访报道。现今的社会心理健康是民众愈来愈重视的议题，但市政府重视市民的心理健康，规划建立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目前陆续完成包括着咸水、善化、甲北区等等三区。市员林美燕上午伫咧卫生局业务报告当中就表示，心理卫生中心设置该区的人口数要超过300,000，而且尽量要找限制的空间。南区甲滨区的人口数是超过这个数字，要空间会当来利用，为何会设置咧北区比较较远的所在？重视民众的心理健康，适时提供着心理的咨询和辅导。台南市政府卫生局对111年开始就设立下来规划设立着心理卫生中心，目前包括着咸水、善化、甲北区人完成着设立，后续阁有桂林、甲安南区买来设立。面对着这款现今真侪人咱有需要心理辅导的这个机构，市员林美燕就表示讲，安平区、南区人数嘛未少，嘛有一定的需求，应该阁增加着设立的这个据点。已经完成嘛，已经完成三个点。我们以我们最近的，我们南区、安平区、跟中西区，包括北区这个点，四个地方设立一个点，已经完成了嘛？对，设在哪里？对，在北区。因为这个心卫中心它是要33万人口才能设一个哈，所以当时选在这个地方，我想是因为那里刚好就是因为有三万个人，就包括我们南区安平区下去，而且南区安平区的人口数还比较多一点呢。对，业主不用担心。所以只能讲哎我们设置的点在闲置的点呐、啊，是。你东西你我们合乎这些标准，都喜欢南部安平区去卡位的，而且我们南区安平区长期来也一直在讲，我们医疗设施相当的就是缺乏。伊卫生局长李翠芳表示讲，心理卫生中心的设置会考虑到人口数甲空间的取得，北区设立着心理卫生中心，安平区甲南区的民众也当来利用。不过，机关里面讲地点有淡薄仔刁钻，区的民众是真不方便，希望卫生局会当来思考并讲。的地方，我们安平区，我们南区这么的偏远的地方，你把它设在这边，设在北区，我都干嘛做奇怪？北区的资源，你话有新台，有奇美。奇美医院都在那附近，对不对？你把设在那边，我安平会不会去看一下？还要跑那么远？难道我们南区、安平区就没有闲置的地方可以让你设吗？伊市府卫生局所来设立的心理卫生中心，有心理师、护理师、甲职能治疗师、佮心理辅导员，以及心理卫生社工、甲关怀方式观点，具有着专业的经验的医术人员，甲各管人员提供着有心理困扰的民众在地化、个别化、深度化的心理健康服务。南投新闻台向记者蔡宏报道。新闻进行到这，先来接一段广告。广告了，继续了解其他的新闻消息。哇，现身和投资群组，传授心法，保证获利耶！下载 APP， 投资储值。哇，哈哈哈！等一下，我没有开任何投资群组，真的是诈骗。打诈欺司法上路，扫荡投资诈骗，严惩诈欺犯罪。最重关12年，有余力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每一位驾驶经过路口的时阵，拢爱会记减速慢停，左边看看，正边嘛爱看看，爱注意家己车前状况。因为每一位行过人，拢有可能是你我的亲人。对待每一位行过人，都要参照对待自己亲人同款哦。美好从停让开始。各位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市长黄伟哲。预防登革热最根本的不二法门，就是落实循道清刷，一起预防登革热，为子的健康共同把关。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许。没有积水就没有病媒蚊，自然就没有登革热。我们在生活当中隐藏许许多多的病媒蚊滋生源，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清除。
感谢乡亲伫咧广告了，搁等下咱个新闻现场。嘿呀，区域新闻公园有丰富的生态资源，是在地重要的生态环境教育场所，为了提升公园整体效益，并且响应个呀居民对着环境加景观再做期望。嘿呀，区公所规划景观环境改善的工程，打拼打造一个有影响环保美观休闲加环境教育功能的多元性生态公园。为着沿阿上帝庙附近的武神温公园有丰富生态，嘛是在地民众平常时散步运动的好所在。沿阿区公所为着提升公园周边的环境，同时保护着水底下来的龟，特别甲上帝庙一个沿阿国小等等单位合作，启动绿美化的计划。我们公所跟下营上帝庙跟下营国小，感觉到在下营那个武神公园前面的短裤哈。那个水池里面，很多乌龟哈，都会为了繁殖后代哈，都会被迫爬上路面来，造成路面的在路面上被车子压过去的不幸的事情哈。那我们为了这件事情，我们公所跟上帝庙也在相关的路口设置了警告告示的一个牌子。沿阿公所指出，本次的计划是希望讲要改善旧的城外栖息地甲自然环境，并且借由绿美化的工程来提升区域的生态价值甲社区的福祉。同时，透过沿阿国小的教育资源，让囡仔更加熟悉到旧的生态。我们其实还是希望是说，乌龟能够顺利到一个合适的环境里面产卵。所以我们跟下营国小商量的结果，就在下营国小的前面的校园里面，单独设立一个专区，能够让乌龟从短裤里面能够爬到学校来。乌龟是熊地阿公的神兽，那大家都很喜欢乌龟，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样子的乌龟生态的一个园区能够起到示范的作用，也让其他学校的小朋友都能够将来都能够有机会来下营国小看乌龟。本次改善的工程预计十月份开始施工，十月底就会完工。未来公所也希望讲会当在社区举办保育的讲座和工作坊，提高居民对着旧的保护一个生态保育的意识。南天新闻台影影彩虹报道。后壁区龙会布谷农创馆来布谷饮料吧，成立到单一特色的饮品，那个双麒麟来拍响知名度，并随着季节来改变菜单，带给消费者新鲜感。麒麟渐渐来接近着秋天，农会特别结合了东山有一个咖啡，也有屏东小龙生产的可可粉，推出着咖啡双麒麟，伫咧九月十六号到十月六号限时来开卖。欢迎乡亲把机会到后壁品尝。后壁库隆会所经营的布谷农创馆，除了是贩卖各地优质的农特产品之外，也阁随着季节推出无同款口味的双麒麟。过去都捌出现过羊棚粿、往来甚至是高粱等等的口味。伊秋天的脚步接近，这回隆会特别推出咖啡口味的双麒麟。时间已经进入咱的节气秋分啦，吼，逐渐进入秋天的季节。那我们后壁农创馆哈，我们是因应地产地效哈，推出我们随时季节性的双麒麟快闪双麒麟。那这个节气呢，因为秋天的关系，我们特别结合东山农会的咖啡哈，精选咖啡豆哈，他们是得到很多那个评鉴的金奖啊哈。那结合我们东山咖啡的我们萃取咖啡液，那结合我们屏东小农的可可粉哦，特制成这一支我们的咖啡小农可可粉。双麒麟吼，这咖啡口味的双麒麟是选用东山精品的咖啡，佮加上屏东小农所生产的可可粉，也佮在地牛奶，食起来顺佮香，一上市就受到民众的欢迎。整支呢是用我们东山咖啡的那个萃取咖啡液哦制作而成，那上面再撒上我们屏东小农的可可粉哦，证明了说我们的高雄、我们的台南哦，所有的地产哦都是可以混合来行销哦，只要说我们用心哦来推出我们的农特产品，那我们这次咖啡双麒麟呢也获得很多民众的好感啊，他是说平常有时候咖啡因啊吃太多怕会睡不着，但是平常是咖啡双麒麟呢，不但可以品尝到我们东山农会的醇厚双麒麟呢，更可以知道说原来我们屏东哦也有小农在制作可可粉。新口味双麒麟换雪期间，自九月十六号开始到十月七日，限时限量，
欢迎有兴趣的乡亲把握着难得机会，到后壁农会布谷农创馆来品尝。南天新闻台后壁彩虹报道。现代社会追求好看阁水的面，有人在进行着手术的调整。对着先天着咬合问题，或者是面部外观有欠损的人，接受正颌手术，拢会考虑真侪麻烦的风险。基比病表示，现在使利用影像配合着高解析的电脑等残留影技术，模拟着精准的 3D 影像的模型，除了予临床的医生制定个人化的手术计划，也能让患者有先知影讲手术后的改变，放心接受治疗。有人是先天有完美的这比例的面颅啊，不过有人说因为讲面部的这骨头的排列关系，造成着可能厚度啊，是讲面部的比例的这关节甚至是大小的差别，影响着自信。个有人因为安尼食物件歹补，更加影响着面部是愈来愈糟糠。对着这类的问题，现在会当透过着正颌手术来做着改善。那正颌手术简单说就是借由改善这些骨头的位置排列，啊，来去改善它的这个咬合。跟功能，甚至于最后可以改善它的外观。那当然对我们来说，做得好的一定是这所有的部分都能满足这个大家的需求。所以简单讲，正颌手术，所谓正颌，它就是用手术的方式，用一些现代的科技，让我们的颌骨的比例能够改善到一个比较和谐、比较正常的比例。医生表示，讲要做着正颌手术，真侪患者是考虑真多，烦恼着风险，嘛烦恼着恢复较慢，甚至手术了后面可能阁有造成更严重。其实现在有新的技术，透过影像配合着高解析，而且电脑等阵的摄影，模拟出精准而且 3D 影像模型，会当让手术更加准确。矫正是牙齿一颗一颗拉，那骨头就是你在电脑模型上。先把它重列排组，重列组排列组合之后，你输出一个 3D 的形状，然后大家看到我前后面那些模型，你就看到上面会有一些不同的切线。那是在电脑上，我们先模拟把它切成几块之后，先去把它重组。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人的脸型，从原来的脸型重组切完之后，再重新叠上去，会变成什么样的脸型？那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手术上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他应该说他的原理是这样。你对着整个手术上镜出现的这鼻翼来变宽，还是朝天鼻，甚至是下排喙齿患神经来受损等问题，基比病院来首创着鼻翼基座缝合技术，有效改善着这些问题，而且 3D 模拟的技术会当让治疗更加精准。加上整个手术不断的创新，技术不断的突破，会当让病人重新找回自信。南天新闻台谢德兰采访报道。新闻最后来关心到明仔天气状况。根据中气象署的资料显示，明仔九月二十一号，当地区乌云有时多云，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温度28度到32度，降雨的几率是60%。除了关心南海方面的气象，台东县平安海方面，多云有时乌云，局部阵雨或者是雷雨，透着偏南转东南风，适应转中影。风力四级以下，雷雨区阵风八级。继续来看明仔农民历，国历九月二日，旧历是8月19，适合祭祖，禁忌过长出行。穿着秀美的23岁刷南平。以上是九月20号礼拜五的蓝天新闻，我是来宣祝你平安愉快。下回请继续收看蓝天新闻，明仔会。